做过站，就多坐了一站到首尔站去，所以现在要走回头，再坐一站到七地后再转绿色的线。大站到了是239弘一大学中，还是要逛一次，从那个市町站走过来。6:39，这是239。不过我还是把呆手先放完。另外一个宏大2028年6:45，天还是那么亮。逛这一家超多层楼的呆手，这边是宏大商圈，然后往左边走就是新村，然后再走就是伊瓦 Woman University。 整条路都没有水可以喝，就是有点像香港一样自己要找水，还好这边的水600块大瓶的，这个2毫升600块，大概不到15块钱，还可以接受。刚刚在那个 Latte Mark Super， 个人觉得，然后它的草莓，是我在好市多买的那个是，它这边要10990，所以。是好吃多比较便宜。那刚刚我想要买他的那个试罐的那个养乐多牛，那个什么香蕉牛奶，我想要哈密瓜口味，可是它价格是5880瓶，好吃多是8900，大概接近于买8罐送2罐的概念。买6罐多送2罐的概念，所以多喝2罐。如果要的话，就好事多喝。可是好事多它只有香蕉口味，如果你想要多种口味的话，可能要另外去别的乐天 market 买，比较划算。这边也是一个超有名的景点，必逛的点。自己找一个地方坐，然
然后吃东西应该没人会管你才对。All the fairy donors， 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人。其实虽然叫宏大商圈，不过它最热门的是另外一边。像日本的那个新斋桥的感觉，没有，很新斋桥的感觉。介绍有介绍一下，你要不方便介绍，因为他带着工作装，他带着那种，就是啥就略。这一条是地广，刚刚我是从这里出来的，这一趟是这样，就是有很多口味，有血肠那些东西，还有这样子，王姐，泡菜饭。不过我这次没有打算买什么化妆品。我一个人。超市，这边应该是不会。
出新春。所以它不是那个性能。这条就是宏大商圈，之前这一区是没落的，然后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忽然间热闹起来了。就还是绕一圈吧，虽然我的脚已经快承受不住了。那边又多了一条地铁线，所以人潮就从那边过来。
Tomster. He got it.三人份再赠送一人份，方便。贴一辈子，是吧？
不需要弯腰，一直慢慢慢慢慢，在你面前打个脚，哎呀，我心想看光头，你们看你会不会笑，你不笑你跟我就难养养，我和你不需要弯腰，你不需要弯腰。好像有点像是台湾的黑虎堂的感觉。Hello, Factory Music, Cream Factory Music。特色，然后后面这一段是算最热闹，这个是宏大壁冠。现在是九点整，好热。那个好事多可能没办法去的。磁吸的，然后这个是吸的是多少钱？18000，18000的话，快400块钱，对，不便宜，18000。那家价格也不是很贵，因为它就是要12000到28000都有，就要看你买的是接近于什么样的东西。它这边是2000块，之前是1500。这边看一下，过了那个吊饰。流行这一种，
用这个把它锁在手机上，然后就把它扣起来，这样。哎呀，就这边的重点，它这个要6000块，应该是2只6000块。如果要拉高的话，就要用拉远模式。Oh, great. Dude, he was right next to you.也可以嘛，哎呦，这个中间挖个洞，开冰淇淋，好，外面是棉花糖，然后里面是冰淇淋。是有些店还没有开，他们。太可爱一点，那外面有一只猪，有个属马耶。可是我其实不想买跟猪有关的东西。Holy coffee， 算了，我决定在这里混到啊！我刚刚要回去那边，那边有什么可以？巴克咖啡，
不过你不是要飞机的吗？啊？자뒤에도총100만이고 도쿄만이신분이세요